是只免怨叹，一时落魄免胆寒。艺人李炳辉一曲《爱拼较会赢》为紧绷的选情带来些许轻松的气氛。这是民进党在土城捷运海参站所举办的造势晚会。立委吴其明指出，这次党内推苏贞昌参选市长，也遴选出优秀人才角逐议员席次，每位候选人都有丰富的资历，不管是老将新秀都是一时人选，而他在中央搭配地方，一定可以为乡亲争取更多的福祉。另外，立委张宏禄及段宜康也纷纷上台力挺，而名嘴郑鸿仪更是现场开讲，并表态有信心民进党可以在台北市及新北市赢得市长选战。我感觉姚文智开出来的票应该会超乎预期，叉叉叉。我感觉今天看到这个场，我感觉苏贞昌会掉。而苏贞昌到达现场，受到热烈的欢迎。他上台致辞时表示，他担任过行政院长，知道如何争取经费造福地方，这对市长的施政而言很重要。我做过行政院长，我知影中央的钱放伫底呢。各位啊，提一土国人的币，伫偌紧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我去渔人码头，我做巴黎左岸。拢无甲恁捡到半角，是中央的钱，我做足紧，加足水，咱得用对唔对？另外，他更强调，争取经费建设地方很多细节是要重视的，就像是施工过程降低所带来的冲击，这是很多人忽略。赖清德行政院长有答应，捷运要来，你的市政府搞做工课，那无你要捷运来开始施工。篱笆围一个十几年，甚至拢未做一交通事故一堆，凄惨。但你若会做下来，冲冲冲，都加足紧嘞，好啊无，好啊无。苏贞昌也再次强调，魄力决定效率，一位市长的态度决定一座城市成长的速度。最后，他是带领众人高喊“选对人会做事，改变新北市”的口号，一起拼赢选战。数位天空新闻土城站报道。